我们现在正要往吉利潭的这个潭边去看一下，但是吉利桥也不是吉利桥，重来。不用重来了，自然就好了。吉利潭这边的拱桥，是吉利潭中间的一个拱桥，它很像内湖国家公园的那个拱桥。正确，正确。诗情画意的哈，如果这边再有那种小舟小船穿越游湖，其实感觉也不错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、也只有疫情期间才有这么安静。原本是包场行程，现在渐渐又有一些人进来。现在是七月中下哈，温度气温温度特别的高，我想我大概秋冬我会想再来一次，那时候秋高气爽，心情也会更好一点。现在就是很热，因为这是中午的时候。虽然天气热，但是这种包场的感觉真的不错。这个角度也不错，这个是吉利潭从内侧往外看出去的场景。接着往回走了哦，吉利湖往内侧一直走，会看到另一座拱，另一座桥，它不是拱桥，但是也很漂亮。最老的树，蛮大的，我看看哦。应该是什么木子呢？这边还有一个凉亭。它上面还有库克罗。我们渐渐要结束吉利潭的行程，我们到下一个景点光复糖糖吃冰棒。